好多謝在一個社會運動這麼艱難的低潮裏面，在今天的公民廣場還見到大家。我們面對一個很嚴峻的情況，東北公民廣場雨傘運動的防擾罪，到到旺角的初一衝突，很多案件陸續有來，還有中聯辦的反釋法。香港已經過入了一個威權時代，我們不適應，我們會緊張、焦慮，會覺得失望。但我覺得在這個時候，我都依然很希望大家能夠堅持下去。五年前的時候，因為反國教運動，將政府東翼前地命名為公民廣場。三年前政府起了一個圍欄，我們在罷課的夜晚和大家一起去重奪公民廣場，之後爆發雨傘運動，我第一次被捕。而在明天大概15-16 小時之後，亦都因此而首次入獄。但我可以在這裡很肯定地跟大家說，我為能夠參與和委身在雨傘運動感到光榮，我為我能夠在雨傘運動裡面在9月26日晚和大家一起同行，我很慶幸我可以能夠參與在民主運動的歷史洪流裡面。可能你會覺得失望，你覺得很累，但我很想和在場的每一位，特別是曾經在9月26日晚都在這裡的每一位說，當我們這一班要坐牢的年輕人都未放棄香港的時候，你們又何必放棄香港呢？當我們幾輩都撐下去的時候，你們可不可以在監獄外面再撐下去呢？我們在明天的判刑之後，跟東北案的戰友一樣，下次見到大家已經是2018年。我不知道未來半年至一年會經歷些什麼，但我希望在2018年，當我們出回來的時候，我們是見到一個有希望的香港，我們是見到一個大家還不願意放棄的香港。我希望過去大家是曾經是離開過群眾運動灰心失意的人，當我們坐牢的時候，我懇請大家做埋我們那份，幫埋我們手，過去沒有參與的入回來，過去離開過我們做一的話，你們做十，將我們那股群眾運動反抗運動的精神在我們坐牢的時候繼續在監獄外面延續下去。我希望2018年出來的時候，大家不會令我們失望，希望大家不要放棄香港，我們還會贏的，我們還有機會有逆轉性的。多謝大家，希望大家在我們入去的時候盡忠職守，在民主運動守好每一個陣地，不要令我們失望，亦都不要再放棄。我希望每晚我們在監倉聽講都有得看新聞報道或者看報紙，我希望面對著一地兩檢的硬仗，大家能夠頂住；面對著政府的惡法，大家能夠守住。我們未來半年至一年沒有機會公開露面，但我們會是繼續在監獄裏面去看著大家整個民主陣營怎樣力挽狂瀾，守住我們所謂的地方。多謝。